前就有点优势。哎，你把你妈什么不拽着你？他这还有跑了，还有个跑嘞，大爷讲嘞，大爷讲可以，啊，大爷讲，大爷讲可以，大爷跳给你已经被晕来了，大爷讲三十了，晕来了，哪个东西现在晕了？谁还有根儿？大爷讲可以，再上一下，打局了再打一枪吧。前三个线被你这打局了，打的好足。哟，这个两码是不是能抢老炮？嗯，可以，回来吧。退吧。嗯。打局再退。没有，它没有香了，我都没吃的了。啊，先吃着一种。吃饱。盘子。这帅过来，帅过来站岗。再接着骂。帅过去站岗，站岗不退。再接着骂，接着骂上吗？对方有大车。他那个局还得往上抽，要不三个四，三个小。本来就咱打的，没路啊，那个香。嗯。你看，他妈这家嘛不香了，打了算。要不三个香，写三码，他没香，不应该香，还跑路。那行，你再抽个吧，再抬这个吧。你多吃个香不中呢？嗯，多吃个香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你给他一打他一，他，嗯，给你打的跑，嗯，他一想把这个跑吃了。啊，你这一抬就不就该吃马吃跑？你那举不出来，这一点打的香瞄着地了，除非调香。上马吧。耽误了该怎么？给你了，我分享。不行，我这上马了。俺几个你给他弄吧。上马就等别天。嗯。中炮得响。啊，你将来你直接就打一个东西，那上马吧。打我一下。给你吃了。上马。上中炮就给你吃了。你还打马了那个？哎，马多可以，他妈中马你吃了，这老子能了吗？顶的这种事，顶的这伤，顶的伤他再打我再回。伤完等着嘛。都能有点伤。你不想打老子？打你的你，他打我再回。
你不飞翔，甭对你讲，他俩上吧上，多厉害！你他不赶快把这个队解开？都是要等的呀。我的去台阶呗，我就台阶都追着跑。睡着别管了。先看一步，先看了再说吧。我今天搞些吧。啊。哟，公主吧，公主快吧，只要撑得住，他要能中兵了，中兵或者吃马了，你先把兵拱一步。瞧不嘛有中了，来不及啊！现在他都准备硬吃了，硬吃能中。哎，那你工兵这肯定要吃你满了，这个。这些瞧不嘛？不要，不要，赶紧跑吧。嗯，赶紧瞧瞧瞧吧。水泥呢？那就是那会儿卖草了嘛。就不知道瞧不瞧了嘛。有那个啥？灯箱。啊，现在用现在灯箱了。瞧一瞧，一上马，等到这儿说吧。你的马不跟我跑？往这儿走，没生那个香。等着，有啥用呢？你等，啊，那不吃你了？啥吃？等了，等了，等等了，等了不要了。啊，等了就别吃了，是吧？不吃的，我都不吃你，是呗？不吃咋说？大不了你喂它干嘛？你有啥？我往中一条，你上中顶着马了。等啥？等马嘞？等马嘞？等马吃兵吃难跑嘞？他想他想弄着了。嗯，这等马等马呗，那一天他到那儿，他也没啥用，他也没啥气，他等着我，你给他，他你他等完等响。嗯，他等马，我打响。等响。打响。孩子，我小孩子就是嘛，打响有劲儿，打响带了啊，打响有劲儿，中间接不了呀。哎，你妈你弄我操你，妈弄我操，你光你打腿撑死你没劲儿了。咋撑死？不理你关键是，还等了响以后咋撑死？他打响他不撑死的。这叫撑死，这叫撑死。他撑死我，要不打马，要不就打跑，反正要打。你那边一等，他我响了，我给他弄了，那个起不来。对。打枪还是鸡巴打枪嘛，又不成鸡巴那个啥？我鸡巴弄嘛，不成鸡巴等，不成等，一等鸡巴起来，两枪。他外头那矿坑了，等了给他吃老肉脱了，吃老肉吃老脱。打一枪就没有啥气。我吃到那哈，我一吃背到里头了，我就吃到干。啊，没有事，我也没有事。你打一枪，你响了，你他吃了，你吃了，他把我吃了，咱打着了跑，不理你，连就崩去。不理你，他走啥？把响打了。总得理了吧？打了。打响好还是等响好？鸡巴一起两枪，一起。哎呀！好像没起两枪，还有响，你那个响还能用。啊。你等你一等，你打跑这些才有用嘞。你要想去要一，想要跑去到你这些等。我这人长不好吧？啊，这边这关系才不叫你打。这位，他跑用不上劲儿，他还是跟我劲儿嘞，还是慢嘞。这不能一样。咋了不一样？你打一枪，他这个肯定得响一下，咱马上踩一枪，马上踩好响啊。到底不缺，你要到底也不缺呀。到底没有后续手段呀，到底。啊，你给他打了哦。不中计，这回打的中丢局了。跑的中跑没用，打了就算。先打吧。这玩
从跑大了，他已经把那把那那没有车了跑路，我的车了，跑来了，嗯，进来，将军的车正在扫地，将军，马将军，他东要跑啊，他那赶不上，他那他我他要他要跑一大把地局上，跑，嗯，这不这你不这不这不等着跑了。哎，先你先不动呗，是吧？你不动的话，先不抓，你先叫叫。我出来等着跑，我就跑。我都跑不能打人。刚好的，你打扰的能点吗？这我这边一甩狙，这边一甩炮，不用到得劲。啥炮都有狙。他那个摔跑了，嗯，跑了，怎么跑步一讲就把给他蹬死，我就把没地方摔，跑一脚，跑一脚，跑一脚撑死，跑一脚撑死，他撑不了这么，他只有撑了这么，收拾进鱼吃跑。你跑跑江呗，这个年代，这个跑到辽过去了啊，那个跑，那冰棍子棍子咋了？棍子抓了，恐怕都饿着了。你跑个中间，胳膊就看着你的公路了，还有那个，你再讲，你再找一讲，不是吃中毒了吗？不是，他跑一江，脚皮都进皮了，嗯，赤裸跑，对对。真的没落跑，你讲一撑死你没见，讲没有用吧？你你要多一小时弄的，他没歪着，他不会歪着，完全歪不出来。那么跳吧，就得只能跳了这个。不能就放到这，你要进去吃。放到这往里面灌就好了。这个跑嘛不要了，你吃你的跑。这马鸡巴别咬了，吃的。你们气了。这我要进驴吃跑，多好的。那个红马没有，搁这没用嘞。哎，你弄那个去了。去工地去。中间那江。那拱吧，都到那到那了，拱还拱了，我这。你指望小树影子你了？啊，你走了都开始，揪着大人都开始了。都推马吧，给你把那个马吃了。推马下乡田了，当那个泥浆。越走越远，再走看不见。搁那都不赖，搁那那种。搁那那搁那都不吃。挂起一脚，他还打炮。打炮把地局上了。俩地头，他刚才一进去一杀他一弄装，他就跑了，我才这样的。要不你走，你走头底下垫着你。一进去杀他，那不是一样？进去比那宽。啊，进去你举个这儿了，现在不都要了？退一几次。啊，他还能练了？你老杨的，你非要跟我住，我住吃啥鸟呀？住到最后才起作用。我想你下乡的人啊。下乡，随便弄吧。户门打开。嗯。想吃哪个吃哪个。妈，这个妈不准备要，就不准备吃。啥？上楼当就到你了。上吧，到一下就回去。嗯一讲。
你要是现在把马蹬了，不蹬，我们动员老了啊。回马一脚，来吃，再一脚进去。往那走，你往那走。你刚搁那要看看。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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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交给他，交给银行，交给你。我养啥子？我都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你跑这跑回来？哦，哎呦，开不住。好可怜啊，兄弟。妈，回来给你上了，塞一点，靠有妈嘞。塞一点，顶上了。你老家你该顶，这不是塞一点？哦。你又不是上市了，咋的？怎么了？人家你打打住了。现在那现在那不给你拆江了？哪个东西涨？现在上江不是倒一江，你倒一江，扛了，扛了，人家又过来吃你。啥子的？这要啥？杀了你了吗？肯定是杀马，不杀马的。哎，杀马你讲一会儿讲啥？哎，你啥吧？你先弄一江，先回来。先把肉吃了。先江。你不找那个鸡，他的。先把中跑吃了，中马吃了，那不要紧。哦，先把中马吃了。先把中马吃了。江鸡不是你。哦，江鱼上市了。哦，上市了，这不中了，中了不干，不干。这不是这不要命了。肯定是上马，你不上马，你先江里啊，他上老江了。他不下了，先上老江。上也不扛你了跑。你不走，他不都不扛你个跑。你得先上马，可不敢走你的马。他一上了你就上了，对不对？你杀了他的古老江。一过了江，他一只能雇一个，这个马有点吃。你杀俩马，他雇要雇。杀俩马，他雇一个。哦，对。雇一个，你给俩举着。杀马嘛，对了，你江里要不吃啥鸡？他雇一个，你把他只能雇一个，你把那马也杀了。你要是这个一江又回不来了，能那有地方了吧？嗯，有个地方。啊，要不是要咱不吃老马，一个举马花。你不杀他，这稻香是杀鸡子。嗯。上老家杀马，他只能叫他挑一个吧，他只能扛一个。嗯，他只能杀药，我也只能杀药。那你也只能挑一个，他俩马都没了。这不能问我一下。他只有挑马吧？挑马了。只有挑马的。你再吃肉跑呗。啊，一杀猪吃。吃肉吃个跑，他僵已经僵不了了。好久了。扛了，金老姐。金老扛不了我，可能扛了。金老姐，你到江他是他咋的？到江他被伤了，这个举不通。哎呀，你跑都回来，哟，一回来他跑那个跑到江，不给搁那他妈吃了。他一吃我将军两边一倒，谁吃了跑了？哎，他啊对，他不敢吃你。咋不中？咋不中？嗯，咋不中？他一吃我这个。他不跑啊！这跑，他也跑了。不弄奖呢，不够你，得先用多奖。奖呗，奖呗。我得先进，他不敢高。奖呢，高你吃你。他不敢高，他一高就吃死了，他这样就下去。再走呗，再进呗，再进。这再进了。啊，中不中？这要命了，那就中了，彻底不中。没有辙了。看到也不中，他往新路赶紧打人了。就啥也不中了。不能不能，咋不中？肯定中。就往新路赶紧走啊！往那新人也出来了。你先都不能啊！先搁一步嘞，先搁到四根。新人出来。先搁四根呗。你先搁到这一个。你先上个四。上啥？上是我们吃了。你这压车了，他又不敢找你。他们上来我就跑死了。啊，主要弄一家子咋中？靠，弄三一家，那你这眼跟着死了再说。打个十再说。那是不得理，不管。打了呗，打了吧。哟，打到急了还必须管了。啊，不管。你扛吧，罗爷没辙。还不管还不中了。你扛了就妥了呗。
扛了就越局了，咋回事？没什么事，不扛了打了局了，嗯，不能唱江了。这个是在江，不正常，他都是骑的木木板了。唱江也没有，唱江没有。啥没唱江？这个是江。这个江啥嘞？不中了，不中了，这啥都不中了。哦，在江上嘞，成虾的都没有了。他吃虾了，他干啥呀？吃虾了，他干没有钱，没有唱江，唱江也没有。不中了，不中了，暂时都不中了。当不得了，捉鸠去，我去偷了。有人下没有？有下我得歇会儿。没下继续来。嗯，我有人是想那个了，是谁说想参一参，越来越了，都一说话的赶紧报名啊。